看一下这儿啊，这是插口，然后这是手柄端的插口，然后把它对正之后插进去。插进去之后呢，然后看这个位置有个旋钮，然后按照这个标志旋转，就是一边往里推一边旋转，旋转到它拧不动为止，然后看一下插拔就拔不下来了，旋转这个位置，旋转到顶然后就拔不下来了，然后往外拔的时候呢就向反方向旋转，就可以把插拔拔下来了。好了，插拔装好之后呢，然后暂停一下，然后就是上水，上水位置然后插一个水嘴水管，然后插上漏斗，下边也是一样，这个溢水口插一个水嘴，插一个，然后插一个水管，然后加水，然后直到有水流出之后就可以了，就机器已经加水加满了，然后加满水之后先拔溢水口再拔上水口就可以了。好，再见。